不能折到词下不油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还哪个东西给我塞哪了？真有话。哎，怎么样？胃口很好，还有肉卷。看上那有点不咸了。嗯，咸的还行。挺好，两个。嗯，你咸不咸？嗯，吃什么呀？我想吃。那火烧，下一回不如吃的。就是，就是。嗯，月月，你女婿好吃啊？谢谢嘛。嗯。好吃。一天，来，俺的奶奶也来吃晚饭了，吃的晚饭吃的回来。好吃，挺好吃。嗯。哎呀。来人。小杨呢？小杨。谁的饭没吃了？快吃。快吃。就等俺吃了。哎呀，俺没吃。你喝的是什么？还吃什么吃中呢？你吃吗？这鸭鱼吃剩的吃不饱，快来给你吃。坐在那玩儿的，坐在吃饭。好孩子，哎呦，俺那鞋穿的好的，歪的，靠船高。你是不是干净吗？给我一大口，是不是干净？你点哪的？哎呦，长了长了，你姐拿的回来，还不咬着馅儿的？哎，咬着馅儿，咬着馅儿。你是不是吃你啊？吃。哎呦，你这样，你吃不吃？吃不吃？吃的。你吃完。也不好吃了，来。不吃，这个孩子他不怎么劲的吃饭。你别给我喝呀！你吃吧，他不管你饭吃，你俩吃饱饱。我也刚喝了点汤。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我点的你给我动着来，我点的你给我动，对吧？哎呦，你快吃他外头。哎呦，这乖乖的，身体好，伢那个军衔明天。哟。大大的眼睛，三哥，嗯，不是，叔叔，你说，不是他是，哎呦，给我大锅，给我一杯，好了，好，我大锅，慢慢点，错，什么？嗯，因为肉质啊，一肉嘴就那样，就是睡觉就那样，好，吃吧，来吧，吃吧，那俺刚送你儿子吃饭了，吃饭呢，吃饭呢，我想吃饭。来来，给你一拿着。你别唱歌了。哎，我给亲妹妹。包的鲜多。包的鲜多。他就买的鲜多。那肯定的。咋了？吃吧。哎，真绝。小小吃。你要吃了，哎，我乖乖的，你看这。哎。吃吧，吃吧。要吃一个了。哥，给我下面。小小吃饭的呀，大虾米，人家小小就是你吃啊，给他剥了的，大虾。来，我给你剥呀，剥了吧，我给你剥。那一份是素的吧？啊，这是素的。啊，那啥吧，那不一样馅儿的。不一样馅儿的，我给你剥。真的，真的素的，它那也是素的。吃虾。哎呦，虾好。他又不吃肉了的。虾米。啊？好吃。那俩都吃到出来了。这是虾米。哎呦怎么嘴这么大呀，真厉害，谢谢护了吧，谢谢了吧，没事，不用谢，谢谢了，来来来来，你吃一口来，你吃啥子，从这嘴里又吃啥子，哎，你别吃那个了，吃啥了，哎呦，我的乖乖，你看你这不在哪呀，那钱的嘴最多，嘴里还慢慢的呀，吃个这吧，一天你不吃吃虾米不，来，你看这大虾米多大，来来来，咸虾米的，笑笑吃，你咋又买了还活的了，搞个派儿要不叫他俩在这抓着吃啊，啥都玩了，都给你，我给你好，来亲，哎呀，嘴里还有一大嘴的，下多了，下多了，都出来了，啊，下了两锅，快上了，快下吧，太有才了哈，够吃的吧，要不吃饭了吧，要不啊，叫你藏着呢，我藏着去了，那这快了，不是，藏不藏着，藏着也快。